彰元部落有位独居病瘫在床的族人，严家中心社工员近期除了亲自带他前往医院就医外，并到宅访视关怀，同时主动寻找社会福利资源，希望协助解决生活上的困境。也没有人照顾，对，他就是算独居，可是他虽然有兄弟姐妹，可是大家都各忙各在外县市工作，所以比较困难。那这个家庭的话，我们就是他就是急需要我们来帮助他这样。为了照顾偏乡部落族人，台东县颜色牧人社会福利慈善关怀协会2月23号在长滨乡特别成立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，使台东县15个乡镇市都有严家中心。主要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到长滨乡每一个原住民，都能够透过我们的办公室帮助他们立即性的问题，像是可能需要急需医疗的服务啊，我们就会帮他找资源。我把三块的呢，所以第一个窗口，我们村长把拉维纳，长达那的哈拉卡扎来的一段时间哈，可以协助我们村长，可以真正的帮助到的我们的原住民的还有萨利卡卡。根据统计，长滨乡原民人口有4018人。中低收入户、身障、儿少辅助人口也有600人。严家中心希望提早发现需要照顾关怀的弱势原住民族家庭，给予多元化的支持服务。原视新闻访问了台东长滨采访报道。